工作速度快了一些，所以说有些空间可以适当调一些。因为我涨以前啊，我去年从55一路涨到100了。便宜啊！这你看，像我们收回来的时候，但是你也是有便宜的。啊，是。对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必要考虑。你看第一次涨价，让你。